好，来，我们现场有我们现场的重量级贵宾啊，来欢迎台南市长参选人，也是我们目前的副市长严纯卓严市长上台致辞。 咱的南北公司吼，咱的黄总裁，吴董事长，啊，今仔出席呢，咱所有咱的贵宾吼，甲咱真侪，咱的上下游的厂商，啊，甲咱真侪，咱的对咱公司贡献非常大，咱的南北的员工吼，啊，我嘛看到咱的嘉里，咱的奇美医院吼，咱的周院长所带领的团队吼，佮有看到凯斯斯咱的。 邱少棠吼，啊，你拄仔来到这个现场，啊，可能真侪贵宾呢无看到啦吼，啊，你这个所在呢，感谢咱的黄总裁、吴董事长邀请，佮再度呢来参与咱一年一度咱的南北的这个会议吼，拢总可能参加几十届啦吼，对过去呢，做台南县的副县长，啊，做台南市副市长，即马拢总无做啊，即马找头路的期间呢，拢总来会当讲咱的黄总裁颁发一个前行奖啦吼。 啊，今仔日呢，大家看改变一个方向吼。